水走在田野里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，该怎么办？弄脏了新衣，弄坏了玩具，爸爸会生气，妈妈会着急，该怎么办？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，该怎么办？我已十二岁，没离开过家，要去上中学，离家有几十里，该怎么办？若是生了病，若弄丢了钱，被人看不顺眼，我单薄的身体该怎么办？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，该怎么办？我已十八岁，没考上大学，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，该怎么办？来到了深圳，转悠了些日子，没找到工作，钱花的差不多，该怎么办？十字路口人往往繁繁，只是小看。
生命的烛火在风中摇摆，该怎么办？我一把十八走在田野里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，春光真灿烂。过往的执念，过往如云烟，太多的风景没人全看清，放不下怎圆满？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，你会怎么办？我看到